嗨，这边是乐府音响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出去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教学的是如何购买我们的 Tidal 账号。那我们来看以下的步骤吧。首先，先搜索 VPN， 点击 VPN Master 高速安全代理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安装过，直接打开就好，它会需要你购买它的方案才能使用，但有7天的试用期，在那之前记得注意订阅时间就好。我们订了就按连接。看到它戴上头盔就是连接成功了，成功后会跳出服务器的位置，位置我们查询阿根廷并点击，就在做连接。这样就连到阿根廷了。接下来我们去 Google 搜索 Tidal， 点进他们的官方网站，往下滑会有方案选择，您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案，付费订阅后申办账号，账号就可以拿去 Tidal 使用咯。登入成功后 VPN 位置记得要切换回来哦。会的话握手手，大家会了吗？